户民宅旁有谍盗通过民宅的女主人打电话给谍路局客诉，说火车会影响他们的睡眠品质。谍路局派了技师去看看女主人，说只要我躺在床上时有火车通过，床就会开始晃，晃得我睡不着。那技师为了确认床震动程度，于是躺在床上等火车通过。好巧不巧，女主人她丈夫回来了，发现她一直盯着躺在床上的技师。技师说，如果我说我在等火车，你相信吗？